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黑衣侦探。今天菲希尔的海岛大冒险终于是开放了，老黑也是埋头苦干了一上午，基本能捡的海螺能开的箱子都给他弄完了。先说幻声流行这个白嫖菲希尔新皮肤的小活动，其中左上角泡泡岛上有四个，右上角双双岛上有三个，右下角布丁岛上有三个，左下角微微岛上有三个，加上地图中心岛的那一个，今天合计是刷新了14个海螺。老黑地图中十字标记的为海螺，六角星标记的为宝箱，具体位置详见老黑的上期视频。其中还有三个任务道具，分别是镀银怀表、错位海螺和老旧的徽记。剧情大概是描述了一对鱼人众先遣军来岛上做未知实验，但最终觉醒了自我意识的故事。他们不再将效忠冰之女皇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，并将以往的荣耀视为累赘。尤其是怀表上的这三位全家福，哥哥、姐姐和弟弟，大家闻到熟悉的味道没？这是米加刀法的味道啊！曾言剧员卡杰琳娜剧情在线。目前根据所知道的剧情，弟弟疯了，那个冰胖胖，姐姐不知所踪，藏镜侍女，哥哥雷拳也有点神经兮兮的样子。老黑感觉这大概率又是个悲剧。岛上那些奇怪的装置，绝对不是什么发电机，保不齐就是博士的切片实验呢。各位老哥，你们觉得呢？再者就是地图上的宝箱了。说实话，数量并不算多，还都以普通宝箱居多，原始数加起来还不到半筹，全图大概15-16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地图位置还极其阴间，上次海岛水位是从上往下慢慢降，还有活动风场加持，几个最高处的传送点和宝箱还算好找，这次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，就干靠角色硬爬。全是陡峭的墙壁，即使有外叶温蒂助阵，老黑还是差点没爬吐了，体力不够摔死那是常见的事。至于小活动浪船挑战还算简单，不过兑换商店的奖励还是老一套，并没有什么新变化。总结来说，第一天的活动流程还是很简单的，不看攻略，全靠自己摸索，也能在2小时内搞定。看起来今天只是开胃小菜，让大家陪中二少女过家家小玩一把，明后天的优越城堡才是正餐主菜。那好的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还望各位大佬点赞三连，咱们有缘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既然你有求于我们，那我也告诉你，我们正是火花骑士可莉的好伙伴，命运的引路人。于此登场，见证者、引路人、幻梦的编织者、旅行者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